经典剧场，一个市场，两家分羹。老百姓图的什么？图的便宜，图的方便。你们扰乱了市场秩序。当热血青年投身时代浪潮，我们远方快递的口号是：将会闯出怎样的一条创业路？绝对不是你我能斗得过的。舍得一身剐，也要把它拉下马。在远方，凤凰卫视。 中国国企如何巧借对外合作的经验，在海外成就自己的事业？发挥国有跨国企业优势与当地实现互利共赢。这项动能是国家力来支持我们这个项目。龙行天下。 许多个你，汇聚成一个时代。奔腾不息的时代里，坚韧顽强的你，穿越时代迷雾，追寻前辈故事。且看他们如何参与历史，如何书写传奇。我们一起走过凤凰卫视。 欢迎启动财经导航，行时要稳，掌握全球经济路况，紧跟路线规划，精准决断投资方向，耳听各方来声，洞悉先机，直面前方资讯。财经正前方，凤凰卫视。晨光，唤醒每个细胞，前面清晰，零死角。 内内外外重点吸收，综合全线营养，新鲜极致，晨早为你补充新闻资讯精华，见多识广，由内而外焕然一新。凤凰早班车，凤凰卫视，海量信息，寻求思路的突围，贯通多方资讯。 提取智慧结晶，最强大脑，激活最优见解。凤凰全球连线，凤凰卫视。文化是凝固的基因，穿越时空，徜徉于人文的诗情雅韵。美学，讲文化大观园，凤凰卫视。